上宣布，我竞选第十三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副手，就是行政院长吴瑞义兄。我首先要感谢几位先进，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肖副总统。四年前，也是这个时候，他在思考很久之后答应跟我竞选第十二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。当时呢，他就坚持了是乡镇一任。我当然经过了跟他商讨多次，决定尊重他的决定。但是我如果当选连任，一定还会请他继续担任我的财经总规划师。这次我决定请吴院长跟我搭档竞选，主要的考量点呢，我是看到他担任行政院长一年多的时间以来，确实是能够以我们人民为念。这一点呢，各位看看，从大埔农地征收的争议，他跳出来直接的面对农民还有相关的一些代表。我们也看到像这个花莲松花刀的这个争议，他直接的面对人民，面对地方的首长跟议员，而且圆满的解决了问题。同样的，我们看到有关太阳能收购的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议，他一样的能够站出来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。我感觉到他因为出身基层，又长期担任地方首长，对地方民意的掌握相当精确，尤其他对于很弱势的因为付不出健保费而被锁卡，他毅然决然地解除了38万多人的限制。我感觉出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，这是我们担任行政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格特质。事实的社会政策，从关照居住正义的住宅政策，社会住宅